昨日上午9:00许啊，本所巡逻警网在新兴区大同一路与林森一路口啊，发现有一名男子骑乘电动自行车，安全帽的帽扣没有戴好，因此啊上前拦停盘查。那经查证身份啊，发现该名何姓男子是遭高雄地检署于110年8月24号所发布的窃盗通缉犯，当场予以逮捕啊，待本所侦办。经调查了解，何姓男子啊，当时是骑车要前往旗津地区啊探视亲友，不料因为交通违规而遭警方拦停啊，并且查出有遭通缉的身份啊。何姓男子啊向警方表示啊，目前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区的租屋处啊，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返回户籍地啊，因此没有收到地检署啊相关的司法文书，也不晓得自己遭通缉了。那本所询问后啊，将何姓男子哦、啊、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。